还上大学的时候，暑假我在民政局做义工，帮忙收拾以前的老档案。我看到了我的收养证明，你不是我亲妈，我亲妈是你姐，叫范峰峰。她不知道跟什么人生下了我，不想要我，是你收养了我。我可以放下了，我可以做一个没有秘密的啊，我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我自己。真好。你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不懂，为了一个你爱的人而放弃自己的本能，这是一个男人应有的责任。哎，眼不见心不酸吧。哎呦，你看还是不甘心呢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量是守恒的，你想要满足一些人，你就要伤害一些人。我为了成全白灿烂，就只能委屈我自己。